到，如果想得分的话，就会有点放心。那大家也知道说，如果是传球给消息，才会被希望。哇，好帅！果然是差不多就快到了。差不多就差不多就快到了。热身一下嘛，就打了啊！因为今天就一个球，而且我们比的比赛快一点，直接抓紧一点。好的，大把时间呢。大把时间。哎。哎，不要管他，肯定投进的。多余的动作。对呀，多余动作。他今天真的很漂亮。
抢。这是好时机吗？我直接有点激动。来。找不到，哎呀妈！哎呀，稍微。
蓝队。之外，其他都是输了。来，我们把这一局打得很久。
把剩下球打好就行了，把剩下的防守打出来。好难，他已经在外面了，还是你们俩在画？